多謝主席。我繼續就修正案編號731至733削減大約相當於財政司司長一職全年薪酬的預算開支發言。要減財政司司長的薪酬可以有很多理由，如果簡單用四個字呢，就是賊賊喊捉賊。他詆毀運用議事規則權力在全體委員會階段審議財政預算案的議員是做戲，意圖用他的言論去影響議員的發言。主席，你都知道每一部分的有修正案的合併辯論都有超過10個議員是入了修正案，每一個議員都有權就著他或者別人的修正案去進行辯論。而曾俊華詆毀議員做戲，這個已經是一條罪狀。賊喊捉賊的意思就不是他詆毀議員做戲那麼簡單，而是他自己在這裡做戲，演技非常差劣。不是我說，不是我自己一個感覺到，主席你都應該感覺到。我引述今天報章引述主席的說話，議員理解若本月底或下月初立法會仍未能對撥款草案進行表決，會令政府出現財政困難。主席都是用財政困難，就沒有用他那個財政危機啊、財政懸崖啊那些，主席都不是信曬他場戲啦。跟住下面那句關鍵啦，但政府亦有責任就撥款延誤準備相應的措施。即是說呢，你不要心裏面覺得五月底立法會一定要過你的就一定是過到的、哦、你平時做任何的計劃都有後備方案的，是吧？你搞個 show 都有雨天程序的嘛、啊、沒有任何人拉布或者什麼都會天氣報告黑雨日日開不到會，那就過不到了，是吧？又有機會流會、流感一半議員病了流會，你是完全沒有做到這些合理的準備。再者你吸收了去年的經驗，臨時撥款是不是應該要準備拿多一次啊？主席，政府有沒有跟你說過是計劃或者考慮或者研究可行性拿多次臨時撥款呢？以在傳媒看到的消息就是沒有。沒有的意思呢，即使他沒有做雨天程序，沒有做後備對策後備方案，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怎會做事是一啲後備方案都沒有。再者不要說後備方案，應該是前備。什麼叫前備？你去年有這樣的經驗，你今年其實議員入了千多條修正動議，已經是不是秘密來的，不是忽然間發生的。為什麼你的臨時撥款是永遠都是拿四月五月，而不可以拿埋六月的呢？拿埋六月未沒有這個財政懸崖或者沒有你講緊那個危機那麼大呢？拿多次又不肯，拿多啲又唔肯，咁你話佢係咪做戲呀？即係如果真係咁危急存亡，呢、這個百年不遇世紀未見過，真係跌入呢個財政懸崖，你扮急你都要做足全套功夫。冇嗱，去年都有寫封信俾嗰啲所謂拉布議員，都有約見，不過其實去年都唔係佢甘心情願嘅，我記得係好似係我哋呢班議員又開咗一次會，跟住大家又叫啊政府都有個角色喎，咁政府應該約啲議員做下，跟住佢又寫個封信俾我哋、啊、但係今年呢連呢啲戲都唔做，即係佢唔單止演技差，佢連戲都唔戲都嘥戲呀，即係唔做。我即係頭先嗰次都話過，寫封信打個電話都唔夠誠意，打個信又冇，電話又冇，約見係冇，最後可能我哋今日講咗咁多，可能佢又會即係迫於無奈又約下，因為佢窮，佢同佢老細同公眾交代都要佢窮盡一切可能性嘛。而家就係話佢冇。嗱，如果好嘅唔靚，醜嘅靚，真係跌入咗呢個世紀財政懸崖，
曾俊華絕對是難辭其咎。現在就算我們覺得不會，未到這個這樣的問題，但他完全沒有做準備功夫，亦都是抵扣薪酬了吧，小情大戒，如果今年扣過，他下年就會做足整套準備功夫啦。另外，根本曾俊華在推銷財政預算案就是不力，沒有心沒力去推廣推銷財政預算案，令到最多的議員是支持。我講過他年年是預錯數，年年是隻字不肯改啊，他自己的心裡只是想夠票過就得了，35票實夠的，有這麼多建制派議員支持，他是沒有想著要推廣更多的議員去支持他，所以他連解釋多幾句都費事啊。其實今次曾俊華那個心裡面那個 agenda 那個議程呢，就不是理你的財政預算案有多少分數多少幾高，其實他就是想趁今次財政預算案呢推一個他心裡面的理念，就是他那個長遠公共財政理念啊。咁今次佢可能覺得自己成功㗎，透過呢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就帶出咗個七年就會陷結構性財赤呢個訊息。唔好理大家信唔信啊，有幾多人信，係咪狼來了古仔，起碼佢擺咗出嚟，擺咗呢個出嚟，佢最多嘅時間心力其實係推銷呢一個，同埋佢嗰個所謂嘅未來基金，而唔係去推銷呢份財政預算案。所以呢一個罪名呢就叫做推銷財政預算不力，或者是個焦點是放錯了。但是很不幸了，因為你推銷這個七年結構性財赤，即是推銷政府要慳一點這個理念，是跟他的大老闆梁振英是有矛盾的。即是大家知道，即是上個月國際貨幣基金會代表團呢就肯定了本港的金融監察措施啦，同埋聯繫匯率、房屋政策同埋審慎理財。咁政府財政司司長就好開心啦，審慎理財有呢個國際嘅組織去肯定係嘛。咁但係呢當呢個報告公布嗰日呢，梁振英我記得啦，佢去博鳌論壇咁出嚟呢就高調回應咗頭嗰三點，即係金融監管措施、聯繫匯率同房屋政策。但係審慎理財呢佢係隻字不提嘅。咁大家呢、這個你明白啦，即係唔係講佢講咗啲咩嘢，係講佢唔講咩嘢。梁振英就想洗錢，曾俊華就唔想俾佢洗錢。其實兩個只能會一個嘅啊。咁曾俊華如果見到咁樣都說服唔到梁振英咧，佢亦應該唔好做。我哋唔能夠令佢唔做，就係叫佢減人工。不過當然長毛唔同我分析啊，佢就話其實梁振英都幾中意曾俊華，因為梁振英就講口數，即係做啲乜嘢做啲咩。曾俊華就揞住個荷包，就唔俾佢攞錢出嚟，咁就唔使埋單啦嘛。即係我請食飯，我請你，請你，請你，請你。最後到埋單嘅時候，曾俊華唔俾埋單，咁咪好咯。即係口講口賠，唔使錢啊嘛。嗱，如果呢個分析梁國雄呢個分析係啱咧，咁又係應該減曾俊華工，炒曾俊華工，或者炒曾俊華，因為個特首嗰啲口數係唔能夠用嗰個實數，即係用我哋嘅財政去達成。嗱，翻最後，我要講翻一個最核心嘅問題。香港而家行使嘅叫做高官問責制，每個問責嘅官員，司長好，局長好，佢要為自己嘅政策範疇去承擔責任。早年問責制曾經發生過一啲功效，包括仙股事件的馬時亨前局長，包括沙士時候的楊永強前局長，都發揮過。但到今日這個真正的問責制呢是已經名存，不是叫 失望又好，名存而不存又好啦。因為其實一個高官不是說你做錯事就要下台，是你推一個最重要的政策，如果政策失敗你都是應該引咎辭職，而我們不能夠去逼這個高官引咎辭職，我們唯有運用在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的能力去提出削減他薪金的這個建議。因為現在的現象就是無論呢
特首也好，問責高官也好，都不用向市民和立法會負責。這個我想大家都過去這兩年，我們這一屆立法會都見過不少的這些例子，其實是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第64條所訂立的政府要對立法會負責任的這個規定。即稍後我講林鄭月娥司長的時候都一樣，即要推行，當你推行一個政策的重要，當然是最重要的政策，不是一些旁枝枝節的政策，而是失敗的時候呢，你是應該辭職，而我們不能夠令你辭職，所以用支持削減你們的薪酬的修正案去達到這個目的。好，曾俊華講到這裡，跟住落嚟呢，我要就總目142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全年或者6個月薪酬的預算開支這個的議案，分別是修正案編號729陳偉業議員提出削減分目000將總目142削減375萬，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全年的薪酬的預算開支，同埋730梁國雄議員嗰條都一樣。而梁國雄議員咧，仲提出咗另一條，就係737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1875000，削減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一職6個月嘅薪酬預算。咁睇到呢梁國雄議員提出嘅呢兩條預算呢，我就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如果稍後有時間都希望回應，點解曾俊華又冇半餐去揀嘅呢，而林鄭呢就可以有半餐呢？即係曾俊華就要削曬，林鄭就多個選項俾大家，就係減6個月就 OK 啦。咁係咪即係對林鄭司長就手下留情啲呢？嗱，其實要衡量一個官員是應不應該削減的薪酬，首要呢是要看他的工作表現來衡量。大家看到林鄭月娥司長很打得，即是她做局長保姆呢就非常之即是稱職，所有局長有事都躲在她後面，就她出來頂住，講錯嘢做錯嘢她兜，有什麼政策失誤她撐。這些呢有些人覺得是她的功能或者他的政績啦，咁但如果呢個係政績咧，就應該嗰啲局長減人工分俾佢啦。我哋睇翻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所在，政務司司長佢嘅工作係乜嘢先？作為政務司司長嘅工作咧，就係全力協助行政長官落實佢嘅施政藍圖。嗱，呢個就係嗰個首要嗰個綱領。咁所以從梁振英嘅施政藍圖能唔能夠落實呢，亦可以評論應唔應該扣減削減政務司司長嘅人工嘅。喺以下部分呢，我會先就司長嘅三大，唔係佢嘅一般性工作，係呢一個年度林鄭月娥有三項好重要嘅工作，都係關乎香港嘅民生、香港人的即未來、香港的前途問題，或者香港未來的發展的。第一樣就是扶貧工作，這個扶貧亦都是梁振英的重中之重，扶貧和房屋問題。林鄭月娥指出，本屆政府決心處理貧窮問題，而且呢由她出任主席的扶貧委員會在2012年成立，並於2013年呢嘅九月咧嘅扶贫委员会高峰会上咧，公布咗首条嘅官方扶贫线，因应官方贫穷线，因应贫穷线嘅制定同埋本港贫穷情况分析，行政长官喺佢嘅2014年施政报告咧就公布咗一系列嘅扶贫助弱嘅政策措施，作为本届政府嘅扶贫蓝本。咁呢一个咧做到几多，做唔做到，稍后我会再详细分析。但是作為扶貧委員會的主席，我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扶貧委員會的會議非常之不透明。立法會本會也有一個扶貧小組委員會是對應這個扶貧委員會，但我們曾經要求是拿它的議程，都是被拒絕。